冰箱里边还有点牛大骨啊，咱们简单来一个酱焖牛大骨。哎呀，给里边稍微来点水，我们先给它焯一下水。准备点姜，最近这两天啊，特别好的姜买不着了，现在就这些姜作为我的储备物资啊，给奔赴。然后来一丢丢红葱，然后给里边稍微来点料酒。水微微开后，咱们把这个浮沫给它打一下。你比如说这牛肉啊，有的时候浮沫是真的多。哇天，牛肉藏污纳垢真是一把好手。然后咱们把葱姜给它下到锅中，八角、桂皮、香叶、草果、小茴香，下到锅中，然后来点黄豆酱。来点生抽、老抽，少来点盐、蚝油，上气儿，咱们给它压上半个小时。把那牛大骨炖的差不多，Hello 大家好，哎呀不容易啊，终于搞定了。家里边没啥吃的，简单对付一口啊。就剩点小牛肉啊，牛大骨。内蒙人民的静默实践啊，就是这么简单枯燥。简简单单，下边肉嫩，这块炖的比较烂。里边有点小筋，里边这有点牛筋，蛮好吃的。就这肉啊，太干了。没有肥的，全瘦的，我不是很喜欢。来点米饭，而且缺少油脂以后啊，这个肉啊，缺少一些光泽度啊。这肉太瘦了，纯纯的是瘦肉。
咱们把肉，但是炖得很烂火，咱们把肉撕下来放到米饭中，再来点烂腌菜，来点中午剩的，中午吃剩的这个这个酸菜，哎呀，这绝对是内蒙人最爱。